却断不了，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是为你的心跳也好，是前世的因缘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精心的捉弄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他去了哪？他跟如意在一块儿，害我牵肠挂肚的，他们却瞒着我。大嫂，大哥跟如意不是这种人，你误会了。我没有误会，没有，他从来就没喜欢过我，我只是知道他欺我傻瓜。不要这个样子，大嫂，别这样。段敏娜，他已经醉得一塌糊涂了，你现在再劝他也是白费唇舌。去给他煮点醒酒汤，让他喝喝吧。那你看看。来，我再给你喝一杯。好。我早跟你说过了，端康跟如意根本没有死心。你偏不听，你看今天这么狼狈。对，你说的对，是我自作多情。可是他们不该把我蒙在鼓里面啊。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我也受过这个苦啊。来，不说那么多了，一醉解千愁，我陪你喝酒，把心中的闷气冲走。真难为你了，你事事都替他设想，他却自己风流快活，哼，全没把你放在心上嘛。是我蠢，我自讨苦吃。你还记不记得那次啊？你被他连累逃到深山里，差一点就死掉了，后来还帮他挡了一枪。这些恩情啊，他全都给忘了。没良心的混蛋！还有啊，你现在替他收藏乱党的文件，如果有什么闪失的话。将来啊，坐牢的、杀头的，那还不是你？你放心，那东西是他自己收藏，不会牵连到我，不会。他自己收藏的，藏在哪儿？我不会告诉你，不告诉你。哼，你一定是不知道啊，这也难怪了。这么重要的事情，他告诉如意也不会告诉你啊。谁说他不告诉我？谁说他告诉如意不告诉我？别嘴硬了，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再怎么说呢，他跟如意比较亲近，他一定会告诉如意的。放屁！这件事只有我跟他知道，如意知道个屁！你真的知道？别吹牛哦。我没吹牛，只有我跟端康知道，我跟他两个人知道，真的。真的，哎，丫头。
夫到底到哪儿去喽？我说你也真是的，你明知道他心里头只有你一个人，你就不肯多对他好一点，你真是三天五天非要惹他生一场气。我知道我结了婚，心里不应该有其他的人。不过，我跟如意的事情，他早就已经知道了。况且，我们真的是光明磊落，没有见不得人的事情。那你也用不着骗他呀，是吧？这半个月来，小宝越来越憔悴，难道还要我告诉他，我跟如意在破窑见面是上天安排的？哎，真是造孽，真是。四儿，快点开门去，听到没有？回来了。你看看，没事了，说不定又是哪一家赌场把他送回来了。福大哥，哎，你们要干什么？我们收到线报，说你们这边有人与乱党勾结。乱党勾结？你们搞清楚了没有？我是谁呀？我是军政区执法处的副科长，我会跟乱党勾结？队长，不要听他闲扯了。乱党的秘密文件不藏在凉亭的石桌下面，你派人找出来不就清楚了吗？姚世昌，你别动。怎么，想不到吧？想不到被我查到了吧？告诉你，是小宝告诉我的。什么？大嫂，你醒来了。哎呀，多睡一会吧，帮你倒碗茶啊。不用了，什么时候了？大概早上八时了吧。我昨天晚上就睡这儿。是啊，我也太糊涂了，打扰你了。啊，没关系的。大嫂，我大哥跟如意的为人你最清楚，他们都是光明磊落的人。其实有时我大哥是有点粗心大意。别说了，段冕，我要走了。啊，对了，昨天晚上连累你没有好睡，不好意思啊。他呢？他昨天还打发我去煮解酒汤，回来的时候就见你醉倒，他也不知道跑到哪去了。也许他知道我会在这里过夜，所以找地方休息去了。他回来，你跟他说一声抱歉啊。我要走了。我陪你回去吧。不用，我还再去逛逛。娘，你怎么知道大嫂在这儿？哎，伯母。你这个蠢材呀，你还相信姚世昌会洗尽革面吗？他又把段康给坑害了。娘，怎么回事？他怎么坑害了段康？你还要问？娘，到底怎么回事？告诉我。昨晚姚世昌带了大批警察来，说段康跟福大哥跟乱党勾结，私藏秘密文件，把他们拉走了。对呀。他能确切说出文件的所在，而且他还告诉富察先生说这是你告的密。我一定是我酒后糊涂，他造我口风，我真糊涂，我真该死啊。娘，不会的，世昌答应过我，他不会再陷害他的，他不会的。到了这个时候你还相信他？娘，世昌答应我，他不会的。娘，我要把他们救出来，我要把他们救出来。喂，小宝，他不会的，娘，他不会的。娘，警察大哥，请问你一下，你们是不是抓了一个叫富察端康跟军政执法处的副科长回来？我要见他们，快带我去见他们啊！你是谁啊？敢吩咐我做事啊？我们是他的家人，想跟他见一个面，麻烦你给通融一下。这是警察厅，哎，要人行善，你们找错地方了。喂，我告诉你啊，军政执法处不是好惹的，你这样子要是我大哥查明了是无辜被放出来，有你们好受的。哼，军政执法处啊，平常把我们压得也够苦了，这回啊落在我们手上，看谁吃不了兜着走。你，大爷，求求您，我一把年纪了，让我跟我儿子见一面吧。他是重犯，不能见。大爷，你们快给我滚，要是把我惹毛了，全把你们给拿下。可是小宝，我们走了。不是，福大哥他们还没回去，再慢慢想办法了。
快收拾衣服，我们到天津去。为什么要到天津去？啊，到那去碰碰运气啊！北京城也没什么好留恋的了。当然，你所痛恨的人已经被你整治了，留在北京你也没有什么东西可做。段敏，你别叫我名字，你不配。段敏，你听我说、不要听你的鬼话，我听得太多了。你为什么要三番四次骗我？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陷害我大哥？我骗你，是我不对，但你应该为我设想一下。本来我是北京城内呼风唤雨的大红人，是谁？是谁害我变成这个样子？是谁害我瘸了腿，满身的伤痕，住这种鬼地方？是你的好哥哥，是他把我从高处扯下来的。你的钱财，你的权势是怎么得来的？是你不择手段，巧取豪夺挣回来的。你有今天的结果，也全是你自己亲手种下的祸根。那一天，我替你挡下仇家，你是怎么的告诉我？你说你会明白我的苦心，你会洗心革面，放下所有的仇恨，好好做人。可是现在呢，全是些骗人的谎话。段敏，我不是存心要骗你的，其实我真的想撇开往事，从头做起的。可是眼看着你哥哥风流快活的过日子，我的心就像插了一把刀一样，他平步青云，我却怕他定要人人践踏。段敏，现在一切都公平了，我把他从云端中拉下来，我现在可以心安理得好好跟你过日子了。姚世昌，我总算把你看清楚了。如果能让你消一口气，你可以打我，可以骂我，但是你要明白，我是真心爱你的。你滚！我不要听，我不要听，我不要听啊！姚世昌，你为什么像冤魂一样缠着我们不放？为什么？为什么？妈妈，你不要忘了。是你自己妒火中烧，透露端康的秘密，是你假借我的手惩治端康，免得他跟如意重拾旧爱的。你说谎！你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你说谎！白刀子进！你说谎！小宝，杨世昌，你不要胡来！我没空跟你们胡扯了，你滚，通通滚！世昌，你这王八蛋！瑞彤，乘空莫追。以为端康娶了媳妇儿，他就可以安定下来了。我这副老骨头也可以跟着他过几年平静的晚年生活，谁知道一觉醒来他又惹下这么天大的麻烦。娘，是我不好，我不该喝酒，我不该让那混蛋有机可乘。娘，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早该听大哥的劝告，不要相信姚世昌的。你们都不要说了，也许这就是段康的命，命里该有这些魔障。你们都起来吧。是啊，你们不要这样难过了，先在这儿落脚，慢慢再想办法了。现在人也见不着，不知道福大哥他们现在怎么样。以前我总认为军政执法处是个阴险的特务机关，不敢跟大哥的朋友打交道，要不然现在可以想想办法。哎呀，对了，我以前在广兴楼唱歌的时候认识个姓周的，听说是在段祺瑞秘书处工作的，或者可以找他帮忙呢。好，那我现在跟你去好吗？嗯，娘，你先留下，走。我不是不想帮忙啊，最近政府跟南方的关系非常的紧张啊。你的朋友在这个时候沾上了边，哎，实在麻烦得很呐。我就是知道他惹下了天大的麻烦。周大人，你是段总理手下的红人嘛，所以我冒昧来找你，
你不会令我失望的，是不是？小宝贝，你叫我失望的时候可多着呢。对了，大爷，这位姑娘呢，跟我情同姐妹，她丈夫有了问题，她好担心的嘛。那我又帮不上什么忙，那你等于帮我喽。是啊，周大爷，求求你发个善心，我丈夫只是替人家保存那个东西，他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秘密文件，你就帮他跟我大哥求求情吧。不是我不肯帮忙啊，最近段总理对那些南方人的所作所为啊，是恨之入骨啊，就算我开了口大概也没什么用。再说你我非亲非故犯得着吗？就凭着我跟曲玲珑数顿饭之缘犯得着吗？周大爷，交情这个事呢是日积月累的嘛，如果你帮我这个忙呢，我一定会铭记在心的。放在心里面那可没什么意思啊。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周大爷你看有什么方法我可以报答你的，我一定照做。好，等你想好了再来找我啊，也许到时候我可以帮得上忙了。那好，那再见了，周大爷。再见啊。再见。再见。再见。客官您的面。请慢用。奔走了一整天，吃点东西。会有我起的，我怎么吃得下？其实我也有不对的地方，要是我早点走，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对不起，如意姐姐。我不应该嫉妒你的。你不要这么傻了，你对丹康是真心真意才会这样嫉妒的，是我早该避讳一下。你不要再说了，你再说下去我更无地自容了。好，不要再提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其实那个姓周的他有办法的，只是他不肯答应，也许我再去求求他可以打动他呢。不行，我刚刚看他色眯眯的样子就想揍他一顿了，如果你再去求他的话，吃亏的是你自己。我卖唱的时候已经学会怎么对付这些人了，你放心，我不会跟自己过不去的。不行，我怎么也不让你去求这种人了。我跟我大哥的手下虽然不是很熟，但是我去求他们，我相信他们看在我大哥的份上不会拒绝我的。我再去求求他们了。那你先从这方面着手了。希望他们等得及，他们一定会平安无事的。来，先吃点东西啊，要不然你生病了就更帮不上他们了。端敏，是你来干什么？你走，不想见到你。端敏，不要再自己骗自己了，你离开家不过三天，看你变得多憔悴，跟我回去吧。你别做梦了，我跟你已经完蛋了。你滚。端敏，你整天要我放下仇怨，为什么就不能多原谅我一次呢？我不想再见到你，更不想听到你的鬼话，你滚了你！端敏，我可以对天发誓，我跟端康的恩怨从此一笔勾销，要是我再加害于他，我遭天打雷劈，不得好死。你现在把我大哥坑害得生死未卜，下落不明，你再来说有恩怨一笔勾销。端敏，你总是想着我害他的事，你有没有想过他害我的时候，我跟你是真心相爱的。我们一起走。我不想再受你蒙骗，你走啊，你走，不要你走。段敏，跟我走吧，跟我一起走吧。你这个畜生，你给我滚，给我滚啦！娘，我对段敏是真心的，我对你也跟亲娘一样啊，娘。你快点放屁，走不走？滚！你是不是舍不得那个畜生？你要是跟那个畜生还有情分的话，那么你也滚出去，只当我少生你们一个。娘，我知道我自己永远无助，戳心了他。娘，你就原谅我吧，我知道自己实在太傻了，真是一个傻丫头。娘，突然进去，他们一定吓一跳，你信不信？
事？房子怎么又被封了？你跟我一块到，你问我，我去问谁呀？哎呀，你少跟我犯罪，你知道会打劫啊？不是吗？我也是刚到，我怎么会知道吗？大叔，请问你，这冯家怎么会被封了呢？听说他们勾结乱打，两个男的都被抓了。那他们的家眷呢？我怎么知道？你们不是来投亲的吗？快走快走，要不然让他们知道了就不得了了。谢谢。哎，会不会是那些文件出了问题啊？哎呀，费这胡乱猜有个屁用！快找小宝吧。往哪儿找啊？这狗找东西是用鼻子闻的，人找东西是用脑袋瓜想的。你呀，就多用用。哎呀，等一下！你干嘛拦住我？哎呀，帮帮我！哎呀，你怎么会跑到这里找我啊？帮我，小宝在哪儿啊？还说呢，但凡都给你们害死了。他死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你乌鸦嘴呀你！我是说，段康给你们那个鬼亲戚给牵连了，给抓起来了。哎呀，伯母，你也不说明白一点，我刚才吓得差点哭出来啊！那小宝呢？小宝现在无家可归，苦不堪言。你们这走了还跑回来干什么？又来陈镇一线找我们小宝做大事业噻？谢谢你那位大哥了哈！我们小宝无福消受，我也不会告诉你们我们小宝在哪里。伯母啊，咱们来找小宝不是叫他起义造反的，只是想看看他嘛。况且现在段康大哥都被抓了，好歹得想个法子救他啊！是啊，伯母，多一个人呢，多一分脑子，大家都不想段康大哥枉死的吗？你们真的这次来不是什么秘密任务啊？哎呀，伯母，你也太瞧得起我了吧？你看我这样是个做大事的人吗？我可告诉你，你们要是再给小宝跟段康惹麻烦哈，你看看我们这样子把你们害活了。别说那么多，你赶快带我们去找他吧。是，走吧。别气。妈，元凤，小宝，张磊，你们怎么会来的？娘。哎，小宝，段康跟福大哥干嘛被抓进去了？因为刘汉人留下的文件被姚世昌告发搜了去。姚世昌，这他怎么会知道的？说来话长了。你们俩回来就好了，可以多几个人商议怎么救端康。这个屈玲珑到底来历不明，干嘛把这事儿告诉他们？他不是屈玲珑，他是如意姐姐啊。他是如意？哎，你们都把我弄糊涂了。哎，这有什么好糊涂的？哎，屈玲珑是他，如意也是他。哎呦，这事说来话长了。哎，张磊啊。你要想个办法把端康救出来呀！是，原本我这次回来就是要通知端康大哥把那些文件都烧毁的。烧毁？是啊，那个文件啊，通通都是反对袁大头称帝的方案。那现在的信源都翘辫子了，还留着他干嘛？那你们干嘛不早回来几天呢？你早回来把那个东西给烧掉，那他们俩就没有牢狱之灾了，不是？既然那些文件跟县政府已经无关紧要，那为什么他们还扣押着大哥不把大家给放了呢？走，咱们现在到警察厅去，把事情说个明白，叫他们放人，好不好？走。干什么这么乱哄哄的啊？队长，我丈夫跟我大哥是无辜的，你
些文件是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计划。现在反正袁世凯死前已经放弃称帝，所以那些不是什么秘密了。哎，我们不理他的内容如何，只要是跟南方政权呢这个论点不谋而合的，那就是都跟我们这个段总理过不去。那些人呢就有谋反的企图，知不知道？哎，你说不说道理的？道理，我说了，这就是我的道理，看到没有？喂，你乱党的罪名非同小可的，你要查清楚，别冤枉人呢。哟，跟南方政府有瓜葛的，你还想自认为好人呢？ 哎呀，不要跟他啰嗦了，咱们要见总厅长，当面把事情跟他说清楚。别做梦了，总厅长没有这个时间。滚了！哎，我求求你，我大哥跟我丈夫真的是无辜的，反正那些文件对你们的政府已经不构成任何危险，你放过他们吧，你看清楚就会放过他们，你放过他们吧。是啊。这么说来，那些机密文件你们是最清楚的了。咱们是清楚，那根本不是什么谋反的东西嘛。那既然这么清楚，那你们是不是算是从犯呢？还不快走！再不走的话，小心我把你们全部给抓起来。到那个时候啊，不要说见两个反贼，就是生生死死，你们都会被关在一块。别慌，别慌，看不起眼睛亏，咱们先走。走了。放松点，不要别再申诉了。快走。怎么样？你们又白走了一趟。你们干嘛不跟他们说？那老子鬼东西跟野死冤大头一样，已经不忠勇了。哎呀，伯母，这还用得着你说吗？小宝，他们被抓进去十几天，真的是音讯全无啊！我跟如意姐姐跑遍所有机关，别说是人见不到，连半点消息也没有，就连他们人现在关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妈！哎呀，岂有此理！这就算是犯了滔天大罪，也不能随便囚禁犯人嘛！哎呀，你没听你大哥说过吗？那些王八蛋对付异己分子是最凶残不过的，要是倒霉的话，可能连死了人家都不知道。大嫂，小宝，哎呀，乌鸦嘴啊，你就说不出好话。媳妇，你别忘了，把那个祸害弄回家里来是你们两个。要是他们俩有什么不测的话，我找你们俩拼命。伯母啊，你哭，你现在哭有什么用啊？早叫你狠下心来把那个祸害弄走，也不会弄到这个收场啊。娘，你行行好，不要烦我好不好？你最有本事的地方就是会跟老娘发脾气。你也不想一想，你要不是把如意留在家里，你会跟端花吵架吗？你不跟端花吵架，你会跑去喝闷酒？你不跑去喝闷酒，你会把心里的话全部告诉那个混蛋姚世昌？你不把秘密说出去，你不要了他，你不要再说老婆好吗？你给我安静一下。好，万般不如意啊，你不去寻找根由，全部的账就算在你老娘头上。好，我不管了。我看呐，端康真要给人害死了，你就把他那个老情人如意高高的供在那里，哎，这样人家就会说你有情有义。娘啊，都他半句都不行了，啊，你到底怕什么？你怕端康说你行凶狭窄吗？你就是糊涂的存在。不要哭了，喝点茶。哪里睡得着？端康的事担心也担不来的，你不要拖垮自己身体。要是可以代替他，我死也甘心。你不要傻了，端康不会有事的，你更加要好好的活下去。如意姐姐，这是我一句衷心话，你跟端康才是一对。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端康跟你已经成亲了，他绝对不会再想别人了。谢谢你当日成全，可是我知道端康一直没有忘记你，而我也没有办法拥有他。小宝，不要再跟我争执了，反正我心里明白，希望端康千万别出事，
要不然的话，我一生一世的遗憾，是我连累他。不要再自己吓自己了，端康他一定没事的，他一定会平安的回来的。怎么都没有人呢？这怎么回事？你被抓了十几天了，没人不闻不问的，要把咱们给屈死在这儿，是不是？怎么炸的你？哎，我说你别老坐着叹气好不好？我们都快翘辫子了，你想想办法吧你。都这个时候了，还有什么办法好想啊？你看。你现在想不出办法来了，他妈的，你要害人的时候你办法可多，现在要救人你没办法了，把我给气死了。我真不知道你这种人呢、啊，这嗨，就只有那小宝的傻丫头才会看上你，我就看不出你有半点长处来。你让我静一静好不好啊？我不要静啊，我怕静啊，我要跟人说话呀。前两天隔壁那个胡忠跟何彦文他们还能隔着墙壁跟咱们说两句话聊聊天，现在一个二个都被压出去了。也没看他们回来，我看八成给阎王爷叫走了，那怎么办呢？端康，会不会过两天就轮到咱们了？你有什么好怕的？等到审问我的时候，我跟他们说不关你的事情，叫他们放你走啊！你一看你说的轻松得很，人家听你讲一句话就把我给放了，你别那么自欺欺人，安慰你自己了，我气死了，真是的！哎，你还现在好了吧？我小福都被你害惨了。我早说过让你不要去惹那些祸根子，你又不听。你看现在这么大块陪你陪葬，你高兴了吗？你吃饭了，大爷，劳驾您啊，谢谢，不好意思，劳驾了，哎，谢谢。那只是个小爪牙而已，用不着你拍马屁。你懂个屁呀、啊！你没听说过啊？人呐，不怕官就怕管。告诉你，往往拿走你性命的就是这些不显眼的小爪牙。拍马屁，拍马屁怎么样？往后咱们还得靠拍马屁过日子。慢着，喂，你想想看啊，今天要不是因为你的提拔啊，福大爷我在家里还吃大鱼大肉呢，是不是？好嘛，这点小菜你怎么好意思吃呢？你就孝敬我吧。我。那些人联络的方式，给我写清楚了啊！没问题，大爷，这个他一个人写就行了，我跟南方那些人毫无瓜葛，毫无瓜葛是不是啊？我写，我跟他没关系，我怎么写呀、啊？你到底写不写？写，这就坐下，马上就写，快写！好，老子好好写。害的，我要是硬写，我胡说八道说跟南方的人有关系的话，我就必死无疑。我今天要说跟南方的人没关系，他们会相信吗？他们认为我跟他们不合作，那我又必死无疑。你说我怎么写呢？我这件事本来就跟你没有关系，你就照实写，把一切责任推到我身上。推你身上，你扛得起吗？你反正他们不肯罢休，一个人死
总比两个人死好。好，这可你说的啊，你记清楚了啊，你一个人负责啊，啊，你要冲好汉，我可不奉陪，我从头到尾我是蒙在鼓里的，你一个人负责啊。受人牵连，绝不知情。状元呢？你写这么带劲儿干什么？我写完了，我看看。这，哎呦，你活得不耐烦了，你怎么回事？你不为别人着想，你替小宝着想一下，你让他守寡，你怎么的？我不这样写，你脱得了身吗？糊涂蛋呢，你要为我开脱，你也不会把你自己写成反元反断的意识啊。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抓人立功嘛，我只写受人所托，不知文件内容，他们肯罢休吗？哎呀，无论人和你就轻轻一笔带过就算了吧。写完没有啊？写完了，写完了。这个，哎，这什么？这不是大鱼大咬。你干什么？他含血喷人，乱写的，混蛋！让我！胡大哥，胡大哥，你醒了。大哥，那个自贡书了，上哪去了？你先前把它吞在肚子里去了。你们再写一份吧。哎呀，没有，他们打昏你之后呢，就气冲冲的把我们关回来了。你这个，他妈怎么说你了？你这个笨蛋，你下回要是再逞英雄的话，我要别人不把你给毙了，我也把你给宰了。我操！你怎么样？没事吧？啊？没事，没事的话，你去挨一下看看，有事没事？对不起。对不起管屁用啊！你以后少牵连我一次，我就感激不尽了。傅大哥，你先躺一躺。我刚才挨那一下子，我还没躺够啊。进来十多天了，小宝也不准小宝来看我们，他一定急坏了。小宝这个人脾气这么冲动，希望他以后不要再惹祸端就好了。怎么，你还在怪小宝啊？你还在怪他把那秘密文件收藏的地方告诉那姚世昌啊？你真是，哎呦，我这不是怪他，我只希望他以后能够谨慎言行。是。你这个人真是吃了人心还当狗肺，小宝对你是有情有义的，怎么有谁能比得上你？你就这么不领情的？傅大哥，你别跟我狡辩了，我问你，你敢不敢当天发誓啊？你敢不敢当天发誓？你现在心里头还有没有如意？你把它忘了没有？你说吧，你自己说吧。你看，那小宝就是被你整得昏天黑地的。我跟如意的情爱，只是埋在心里面，我从没做过半点越轨之事。而小宝当初劝你把那如意搬回来住在一块儿，小三口不是挺好的？你偏不听。我实在不忍心伤害小宝。况且，我跟如意早已经认命，我们是有缘无分。还有缘无分，有缘无分。等有一天你被枪毙了，我跟谁都有缘无分了。哎，算了，你这笔糊涂账。哎呦，我这倒霉。何大爷，麻烦你想想办法，让我们见见面。嗯，就这么点钱呢？洪大爷没告诉你价钱呢？我，何大爷，我们家里被封了，现在手头很紧，你要的这些钱我们暂时筹不出来，其他的钱迟些时候再给你。是啊，何大爷，你看我们的样子也不像赖账的人呢。既然如此，等你们筹到钱，我再想办法带你们进去，可不是闹着玩的。何大爷，好了，别说了。
他们还没死，你们急个什么劲儿啊？哎，何大爷，我求求你想办法让我们见见面吗？别说了，筹的钱再说。我们会把剩下的钱筹出来的，求求你让我们见。小宝，求他没有用的，我们自己再想办法。可是。怕再拖下去，最后一面也见不到了。不要老往坏处想了，来，先吃点东西，反正菜都已经叫了，来，快吃。就是这些酒，让我醉得一塌糊涂，中了杨世昌的圈套，就是这些酒。小宝，小宝，不要这样子啊！你疯了你啊！至此，你再责怪你自己也没有用了。以后不要再糊涂，免得大家为你担心。娘，也许这就是端康的命，他命中一定要带着这些个磨难。伯母，你不要再伤心了。是啊，伯母，天无绝人之路，福大哥跟端康都是个大好人。他们不会有事的。端康要是有什么不测，叫我怎么活下去啊？张伟，张伟，上哪去啊？冤有头，债有主嘛。是谁让端康跟福大哥入狱，让大家那么伤心难过？我就找谁算账。你要找何世昌？妈的，那天杀的龟孙子早就该死了。端康跟福大哥又被他坑害一次。就是因为咱们以前对他太仁慈了。嫁了你这么久啊，就这番话最中听。就凭咱们夫妻俩，包管要那混蛋永不超生。天涯海角，只要给我遇着，一定不让他好受。哎，谢谢大人，谢谢啊，谢谢。谢谢你。什么？你们刚去找姚世昌了？这最可恨哪，就是找不着他。是啊，要是落在咱们手里啊，不把他皮扒下来，我才不甘心呢。现在为了营救端康跟福大哥的事，已经疲于奔命了。要是再闹出血案，那不是更加碍事？嘿，那难道眼巴巴看那混蛋风流快活不成啊？当初端康就是为了端敏投鼠忌器，平白放过那家伙三番四次的。我不一样啊，我是流氓小混混，我又不懂得什么忠恕之道。要是给我遇上，我已经宰了他不成？你不要鲁莽行事啊！哎呀，你放心吧，这北京城里一天不知道死多少人，就差个狼心狗肺的姚世昌。现在啊，多他一个又怎么样啊？是啊，哎呀，岳凤他也不是等闲之辈，只要他出手啊，姚世昌搞不好死了都还神不知鬼不觉的呢。哎，更何况他现在不过是个瘸腿的龟蛋罢了。你不要再节外生枝了，小宝为了端康的事已经很自责了，万一你们要是出了什么事情呢？哎哎，小张，不，张队长，张队长，怎么了？是又抓了谁的小辫子来告发啊？不是，别开玩笑了，我这次来是问赏金的事啊。哎，上次我不是给你20块钱了吗？哎，那两个是勾结乱党的重犯，你抓了他们立了大功啊，20块钱是不是少了一点？哎，他们的案件呢尚未开审，这有没有罪啊还言之过早呢。这个，哎，我立功，你不是来跟我对分的吧？不是，我哪敢呢？我是想你多给我点钱，让我好过日子。没有啊。哎，张队长，你看，我现在腿也瘸了，粗重的工作我也做不了了。哎，你就当是可怜我，多给我点赏金，让我做个小生意啊。啊，这里有50块钱，拿了以后啊，快滚了。谢谢，谢谢，谢谢。
跟朋友借了点钱，咱们可以找个小城镇做个小买卖，过过好日子。滚！你给我滚呢！段明，这些钱我借来不易，要不是为了你，我才不会厚着脸皮跟人家借钱。我叫你滚，听到没有？你要相信我，我不会再让你受苦了。我要让你快乐，咱们抛开一切，重新生活，快快乐乐的过完一辈子。我不要听你的鬼话，你滚，你滚呐！我对你是真心真意的，你是清楚的。真心真意，真心真意，你会将心爱打的。我对你已经没有情意可言，你要是再不走，张丽他们回来要宰要杀，你不要怪我袖手旁观。好，他们回来的正好，我就死在你跟前。今天要是不带你走的话，我是不会离开这里的。编辑吗？啊，走到半路上，杨的腿有点疼，我回来帮他拿药油的。哦，我叫他不要去，他就是不听。是为人父母的，眼见端康大哥生死未卜，让他老人家坐着干着急，他哪肯答应呢？哎，你刚才干嘛把门给扣上了？没什么，我只是有点累，想歇会儿，就把门带上了。你也该好好歇会了，这阵子你也不好过了。嗯，走了。慢着，怎么了？照在我心上。